仔细看有房子，房子里的人忙着努力跟随一个找不到真正快乐的童话，他们的麻木让我好害怕，是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已被吸走，突然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我看见梦里的水晶蜻蜓，找不回的童年，谁也不能把它收藏在玻璃瓶，所以一步一步往前进，是为了留住水晶蜻蜓，有一天我会看得见，闭着眼睛的原因。